气，呼气，再吸，拉伸，微微冥想，想啊，你就想，你欠谁五万块钱呢？你欠我五万块钱。哎呀，就咱俩的公司业务往来这么多年，就你那五万块钱，我能不还吗？那你啥时候还呢？一会儿宋总的大客户马上就到，到了之后给我谈一个大项目，只要合同一签，定金给我打过来，你那五万马上就还你了。这公司让你开的，你还不如给我的你呀、啊！你可别磨叽了，宋总三点就到。你现在都2:50了，我马上就到了嘛。海总啊，在吗？呀，汪总，海总，哎哎哎哎。海总啊，最近这个股票形势见涨啊，没入几手啊。我看你家楼下也开始卖家电了。是，锅包肉不得多放糖吗？那可我单位打扫比赛都输了。怎么还失眠了呢？上楼了。哎呀，这你俩搁这唠啥呢？寒暄吗？谈业务。谈业务好，来钱我跟你谈啊。那个，这位是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。董事长。对，你们公司欠我10,000块钱呢，今天可不能再拖了。公司欠的10,000块钱吗？对的。锅包肉得多放糖啊。你们公司欠我10,000块钱呢。是，拔河比赛我们输了。欠我10,000块钱呢。上一边去。你说我唠嗑怎么这么有逻辑性呢？你老唠吧，你老唠吧。不是那个市长生气了，董事长他易怒。你看，今天你们董事长也在，你们公司欠我那10,000块钱，得还了，是不是董事长？必须还。你看，董事长都发话了，去取钱去吧，去吧。那个方总啊，哎呀，海总，你们公司挺有眼光啊，这不是水中贵族百岁山吗？啊，这水好，这水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，你喝吧。干啥呀？我还什么钱呢？你不还钱，你刚才你答应还10,000块钱。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不把10,000块钱还了，一会儿宋总一来看这种情况，他跟我的合作就泡汤了。你那钱我也还不上了。不是你，哎呀，好人帮到底，我挣我挣到底，还欠我10,000块钱。哎呀，方总，董事长。我以为谁家飞过来个大肉丸子呢。哎，嗯，你帮我垫，我帮你垫，诚信为本呐。你呀，这个，哎呀，你看看你们董事长，啊、多诚信，多大方，哎，我有劲呢。那个方总啊。你看这钱也还你了啊！说话说得好啊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呐、啊。海总，有事您说话。再借我10,000。说笑。开玩笑还当真了你？有空常来啊！哎呀，兄弟，6万了，你什么时候还我？三点到就还你。现在都2:53了，马上就到。你什么时候到？你告诉我。我啥？宝宝们。一人一根棒棒糖，给阿姨一点鼓励好吗？谢谢。哎呀，感谢老潘头送来的大跑车。来，给你们看看啊，就是这个房子，你看啊，200多平，采光非常好啊。哎呀，啥时候整来2个石狮的呢？这人，那说啥呢？这关播了啊。不是，大姨啊。什么情况啊？你这直播还直播人屋里来了啊？你咋这么随便呢？当自己家了吧？这就是他家，他是房东。房东也不行啊！不是大姨啊，你这房子既然租给他了，是不是？那就是他的房子了。你这直播还整屋去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这算侵犯个人隐私，我都能告你。告啥呀？欠他20,000房租，欠你到底欠多少人钱呢？我这人不赶到这儿了。行那个大姨呀、啊，要不你再等一等？等多久？等你等就完了。不是说大姨不想等你，关键是你看看大姨这体格，
再看看你俩的精神面貌啊，无论是从年份、材料、质地，那大姨跟你们都不是一个批号的。真等不了，大姨呀，也不用等多长时间，一会儿三点，我宋总就到了。别跟我整那个啊！实话告诉你，就现在，如果不给大姨房租的话，大姨就准备把这个房子租给别人了。不是，啊、不是，大姨呀、啊，那个我们中小企业现在正在发展，你说我现在把所有的精力跟钱全投入这个公司了，我现在30岁，连谈女朋友时间都没有，大姨你就宽容宽容呗。等会儿，你刚才说啥？我说你再宽容宽容。上一句。我说我30岁了，连谈女朋友时间都没有。哎呀，小伙子，大姨跟你宣布一个好消息啊！你欠大姨那个房租呢，大姨不准备要了啊！而且未来你还可以无期限、无条件的享受大姨的这间房子。大姨，你这么唠嗑，我听着有点懵呢。别懵啊！多清晰呀、啊、小伙子，你只要答应大姨一个条件，大姨啥都是你的。大姨你先说啥条件吧。先答应大姨。不，你要不说我哪敢答应啊。你要不答应我也不好意思说呀。大姨你别这么整，血压有点高了。那个兄弟啊，你先把钱给我垫上吧。哎呀，垫啥垫呢，我哎呀，我要听呢，去，小伙子。啥呀？小伙子，你多大岁数了？我30。哎呀，这不正好吗？小伙子，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啊？女大三抱金砖，女大30送江山，女大300送仙丹，女大3000位列仙班呐、啊！这不是说大几轮的事儿，关键咱俩真不合适。你说啥呢？妈，你想啥呢？哎呀，大姨都这大岁数了，还能看上你呀？你咋的？还瞧不起我呀？不是，你看是大姨有个姑娘。正好比你大3岁，你俩都是单身，你看我不寻思介绍你俩认识一下吗？你早说呀，大姨，你这家给我吓的，我以为你真看上我了。哎呀，大姨啊，那你把你姑娘照片你借我先看看呗。看啥照片啊？你就看大姨啊，就这长相，就这身段啊，就算99%不随大姨，那也差不了啊，这毕竟基因搁这摆着呢。我就盼着卡在1%那儿。不行，大姨给你看个照片啊。屏保就是。兄弟，你还替我把钱还上吧。咋的呀？还有意外惊喜呀、啊！我替你把把关，大姨我帮你。啊。你姑娘多少斤呢？不知道，多少斤怎么都不知道呢？秤上没有我姑娘的刻度。漂亮，大姨，那你姑娘是干啥的？练铅球，练铁饼，练柔道，练摔跤。哎呀，全能啊！兄弟，你掏上了你呀？掏啥呀？你俩啥意思呀？啊，想我姑娘绑呗？不是，那个大姨啊，这跟绑不绑没关系，主要你家姑娘的一身武艺。我真有点招架不了。小伙子，这你放心啊，只要你嫁到咱们家啊，就你那个医疗保险、啊、人身保险，还有200多种意外保险，阿姨全给你上全了。你给我上这么多意外保险，我要真要意外的话，我想知道受益人是谁呀、啊？我姑娘啊。哎呀，其实我在心中已经有我的女朋友了，他好像还没有呢。哎，他呀，我咋的？也行。你是什么玩意儿行啊？小伙子，你把你身高体重报一下，阿姨给你录个像。不，哎，你这么的啊？那个，我替他把钱给你垫上，行不行？你再瞅瞅。
考虑了，我不考虑了，快快快快快快来，咱俩不手机支付来来来，收款到账20000。玩意儿，不用啊。宝宝们，阿姨现在已经成功收到房租了啊！但是阿姨心情不是特别的好啊，因为阿姨的小宝贝儿，我的掌上千秋还没有得到他的归宿啊！哎呀，老拱头，你说你有个儿子挺硬实的，你等着啊！阿姨现在给你发信息。终于走，兄弟呀，太感谢你了，啥也不说了，心里有了8万了。八万了，是八万。你什么时候给我八万？你快啥时候给我？一会儿宋总到，你给我也得八万，八万。哎呀，坤哥来了，我现在呢在拍这个纪录片儿，咱可以一块干嘛？对不对？这个纪录片啊，保证你俩没人没约100万。咦，走。我现在就要在拍这个鲸鱼的食物结构。鲸鱼的食物结构，嗯，是那个，哎呀，这太好了！你这咋拍呀？那个灌肠镜啊，没有冷藏管，那就是那个分解它的这个排泄物。嗯，再要拍鲸鱼新鲜的食物，新鲜的食物，把摄像机扔肚里，那机位要是不够大吧？也对呀、啊。那咋整啊？直接让人进去，在恁俩身上裹上保鲜膜，你俩埋伏在一群虾中间，你只要看着这个虾往前游，你俩就跟着这些虾游，直接进入到鲸鱼的胃。咱主要是研究鲸鱼第一周的食物，第二周的食物，以及第三周。那个坤哥，坤哥，我想问一下。那个保鲜膜我俩能搁这里待多长时间呢？15分钟。咋不得憋死啊？你俩误会了啊，咱呢一周进去一次。哦，那行，进去一次就是一周。哎呀，你就直接说一次一批人就完了呗。挣钱挣钱也不能不要命啊。对不起，那个上坤哥呀、啊、你这样我俩还是还钱。还啥时候还？三，你别着急，一会儿3点宋总就到了，到了之后钱就还你。还3点？现在都2点59，055秒，56，57，58，59。哎呀，宋总啊，你可算来了呀！白总啊，为了跟你签合同啊，我哥俩是从抚顺一直北上到黑龙江哈尔滨，然后呢往西干。干到内蒙，然后南下陕西湖南，开了3天3夜车，赶到3点之前跟你签的合同啊。哎呀呀，宋总啊，你不知道抚顺到沈阳有贼方号吗？半个小时就到。这宋总这怎的了？啊，晕车了。那个宋总啊，我们决定了，跟我们合作的话，我们保证工期，保证质量，保证3年的售后服务。我们呢就像这百岁山一样水中坠石。您放心，咱们合作呢。中了中了啊，太磨叽。我问你、是不是你出钱他们干活啊？你贵姓？姓宋。叫啥？宋钱。钱嘞？转账。钱这儿。签完转账，转账，哎呀，收到了，还你了啊！呀，还你了啊！哎呀，再见！漂亮，哎呀，笑呀！哎呀，啥也不说了，还得感谢宋总啊！哎呀，海总，啥也别说了，诚信为本，太对了，做生意诚信最重要嘛！对呀、啊，你是不是诚心的？哎，站着。哎谢谢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看见没？这单业务拿下了，看看，看着宋总这签，漂亮！这合同，这合同是宋总拍鲸鱼的合同。宋总啊，你签错了！我这不行啊，这个呀！哎，哎，你们到底谁跟我去拍鲸鱼啊？我得准备保鲜膜。